嗨，大家好，我是 Kenneth Chu， 来自 ABCD Technology。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一个钉钉里面的项目功能来创建一个新的项目。首先我们要登入钉 Talk， 过后你要滑上来这里点击项目。 OK， 这样点击项目过后，大家看到这边有很多项目，对不对？那我们创建新的项目只要按这个加的 button 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输入项目的名称，比如说这个项目名称是 ABCD 测试，然后点击这个空白模块，然后就按创建项目，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成功把项目创建出来啦。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